还激动。金黑毛左右内地在骚，脸挤痘痘了，现在就可以照镜子，是不是脸上有很多无法消除的痘印和痘坑？严重的痘痘还会越挤越多，而且我真的看见有人因为挤痘痘患细菌感染，最后成膜炎的。我不是更想，就是因为长痘痘，跑了无数次医院。但我自从跟着皮肤科医生学习了正确的挤痘痘方法之后呢，你可以看现在的脸上啊，可以说是一个痘痘，连痘印都没有。所以今天作为十年战斗士啊，就教给你们正确的挤痘痘方法，去根不留印哦。所以那些看见痘痘就忍不住想抠的靓女，赶紧进来看。轻度红肿早期痘痘，一挤肯定留疤。要挤啊，就挤这种破白尖层的痘痘，把点泊和明君打去按摩在你痘痘上，把细菌全部擦掉。粉刺针使用前不要直接上脸，一定要先用酒精棉片消毒擦拭30秒，确保无菌。你粉刺针垂直扎痘痘，很容易扎到真皮层哎，铁定留疤。要把针横着平行于脸，找到痘痘尖，然后小心翼翼的刺过去。你手上多少细菌不知道吗？它是过度。拿出两根棉签抵住痘痘两侧，形成一个下三角斜角，然后从下往上去，一直等到黄白物质流出来变成红色，就不要再顶，不要给我拿纸巾擦，继续拿碘伏棉签打圈，大概一个硬币的范围，然后把流出来的脏东西擦掉，穿过去。刚挤的痘痘又红又肿，快消炎了，用假消脱凝胶厚涂在上面，不到只有一个小时，然后再避开痘痘，涂护肤品。最后，鼻根到两侧鼻角形成三角区，以及淋巴区长痘痘，一定要去医院，不要自己挤。完整的挤的步骤来了，记得截图。